的兴趣是多元的啊。那么我在念师范学校的时候啊，师范学校里面的课程啊，就有书法课，有周记，有作文。那么像这个书法、作文、周记，都必须要用毛笔啊。那个时候，因此我就对书法产生了一些兴趣。然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呢，去当兵。当兵闲暇的时候呢，我会自己去临帖，买了一本柳公权的字帖啊，自己去临帖啊。但是这样的过程啊，实际上是在对学习书法来讲是不着边际的。那么当退伍以后，在当老师的过程里面呢、刚好有一个机缘啊，结识了这个叫李普同教授的，也就是余幼任先生的弟子。那么我就到台北去跟他拜师啊。因此呢，从这里开始才正式啊，变成说比较正式的学习书法啊，从此就跟书法结下不解之缘。书法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固有的国粹，这个历史啊源远流长，大概有五六千年的历史。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创作的话，一定要先临帖，啊，临帖就是最基本的功夫。那么如果说临帖临得多，汲取古人的养分啊，包含这个楷书，包含这个隶书、篆书、甲骨文、行书、草书等等，如果说汲取这个很多的养分的话，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比较得心应手。就会别具一番风格。但如果说汲取的养分不够多的时候呢，那在想要怎么写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困扰。那么至于说和别的艺术比较大的不同点，就是当我们一下笔，这个不能再描，不能再填，这一笔下去就那个位置，就是那个位置，下笔的轻重或者说角度就是固定了。这个和其他的一些艺术啊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像画画来讲，我可以再补一笔啦，或怎么样啊，这个书法来讲是不能补笔的啊。那因此讲求要自然，要流畅啊，这个跟其他的一种其他的艺术啊是比较不同的风格啊。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汲取古人的一些养分，一定要临帖。那临的帖越多的话呢，这种养分就越多。那艺术养分越多，我经常讲，就是说我们艺术的成分越高，啊，如果说我们就自己在写，啊，埋头苦干，就每天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在练，当然也许会写出好的作品来，但是实际上古人的养分不够啊，那这个艺术的成分就会比较少一点。那么因此呢，这个我们在创作的过程里面，在讲前置作业，就是要多临帖啊，然后呢要多看别人的作品，多看帖，然后要欣赏美的东西，然后才有灵感啊。这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子的。如果把书法界定成一种艺术的话，那么这个我们中国特有的文字艺术是世界上很独特的东西，那么我认为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好，我们中华文化啊，可以靠这个文字艺术来做一种延续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的原动力之一。第二个，这个让我坚持的原动力呢，实际上书法是一种很好的修心养性的一项工具。那么所谓修仙养性，就是当你在写书法的时候，心情可以静下来。那么心情静下来，我们所谓定静安虑得，那能够定，能够静，能够安，然后自然心理上所有一些思考就会有一个头绪，所以定静安虑得的功夫。那当然在过去古人说书法是可以延年益寿了哈，当然后来经过科学的证实，也是说让我们的脑波血压这种心跳等等都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变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修心养性功夫。那我希望说这个好的修心养性功夫呢，能够
多推广出去。我讲博览群书啊，这个所谓群书啊，应该是包含多方面的。那么例如说，假定书法的字帖、书法理论的书籍，或者说人生哲学的书籍啊，或者是一般其他的书籍啊，这个叫群书嘛哈。那么理论的书籍可以增加对书法的了解。古人说什么叫追画沙，什么叫屋漏痕啊，什么叫万岁枯藤啊，什么千里阵云，像这样我们必须了解，从书里面可以了解哦，它的含义是什么。我写出来的笔画，哪一笔像千里阵云，哪一个笔画像这个什么屋漏痕，这个就是理论的书籍。那么一些哲学的书籍，或者说人生的书籍啊，那么就帮助自己增加一些视野啊。那么是增加视野以后，这个胸襟啊、气度啊，然后呢会反映在字里面。那这个字啊，就不会说显得太小气啦 或者说局限于一格啊，一些比较走入一些比较偏执的这种风格里面。这个是看书的效果所以必须要经常要看书，看书了以后才能够增加自己创作的灵感也好增加自己的创作灵感例如说我看到一首诗，哇，这诗里面意境，或者说因为诗里面曾经出现这样，那当然我在野外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风景所以偶然之间我想到一首诗句，那么这个都是一种创作的来源创作的灵感所以呢多看书可以增加自己的气势，增加自己的视野然后扩大自己的心胸，然后呢促进自己的这创作的这种空间所以我想说经常我们写书法的人不是只有光是写字也要经常看书不然的话这个好比说井里面的水被这个没有来源的话，这个水干涸了以后呢，那么就没有创作的灵感了，没有创作的来源了。这次展览啊，受到文化局的邀请啊，那么我就把它定位叫做笔之再舞。我上一次的展览呢是叫笔之舞，那这一次我就叫笔之再舞。因为考虑到就是说当我一个个展在那么大的空间里面不要说全部的形式是一样，所以所谓形式一样就是全部白纸黑字，或者说格式全部一样都是长条或者斗方所以呢我这一次的变化除了说书体有变化有楷书，有行书，有隶书，有篆书，有草书书体的变化，那么我在创作的格式上面也做产生变化所以创作格式上面产生变化，除了说我写长条的之外，我还写也有横的，那么然后也有斗方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圆形的或者是扇形的，那么除了这个纸面的属于纸张式的这种创作之外我也加上了竹刻，就是刻在竹子上面，还有陶艺的陶艺就是刻在陶书做了一本这个像这样的书，然后呢在上面写字然后装饰起来那么另外还有千方百计找了两把扇子因为在台湾买不到比较大的扇子，那台湾买到的扇子大概就直径差不多23公分左右，那我买到这个这么长，大概有高有60公分的那么写出一个扇形，在扇子上面写行书所以在因为就想到说当观众进到这个展场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千篇一律就都是白纸黑字，然后也不是看到全部都是长条形的或者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形式的让观众看到有颜色的变化，有形式的变化，有题材的变化还有创作一些媒材的变化让观众感受到不一样的创作方式。那我想这次展览里面比较特殊的其中就是用《波罗蜜多心经》的内容
然后写成台湾的形状，啊，那么用隶书的方式，然后写在什么纸上呢？写在这个蓝底，然后呢用金色的这种墨水来写的，啊，那么这个字体就因为受到台湾形状的影响，字体就不拘大小，然后就这样从上面就这样写下来。那实际上我有这个灵感是想佛佑台湾，哦，所以我在中间里面，啊，贴了一个这个观世音像，哦，那么写到从观自在菩萨行深都就这样写，一直写就没有算说一定要写几个字，当台湾整个写完，然后就用小字的方式来把它写完，把整篇文章写完，那小字的部分我把它当成是澎湖群岛，哦，那么这个是比较一个特殊的，当我是想说我们希望啊佛佑台湾，让台湾啊更美好啊，更繁荣啊，更安定啊，是这样的意思啊。因为前面我说过啊，我这一次展览啊，就是考虑到说观众进来不要全部千篇一律，就是白纸黑字啊，所以呢，我就用胶水啊，然后呢，用色彩的方式来表现啊，例如说，我写了一幅呢，叫《极心是佛》，就用胶水写的，写了以后再喷上颜色，那因此呢，那胶水表现出来的变成反白，它是变成白色，那么喷用红色喷底，那变成白红底，然后呢极心是佛这几个字是变成白色，然后这个白色呢，这个线条比较具有立体感啊。另外一个就是像圆梦啊，我在想说啊，我们现在做梦很好啊，梦这个好的梦，让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啊，有一个愿望啊，那这个就是梦想，那么梦想呢要经过努力去实现，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圆梦，这个圆梦实际上就是一笔书，也是用胶水写的啊，这一笔从圆字开始一直写到这个一个圆圈的完成，然后这个是也是用红底，然后线条变成白色的线条出来啊，那用意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圆自己的一个梦想啊。那我想这个比较特殊的是这几幅作品。最近二三十年来啊，在书法的推广以及展览方面呢，其实也进行做了不少的这种工作。从展览来说，那么是国际上大小型的展览啊，邀请我参加的，大概我都参加了。像在2006年在北京的一个展览啊，或者在郑州啊这种国际交流展啊我都参与了。那么在2011年呢，辛亥百年黄山书画交流展呢，我也应邀参加了啊。这个所以大小型的展览啊，次数是相当多的。那么在推广工作方面呢，我不。在当了校长以后，就蛮致力于推广书法这个工作，在峨眉的社区、二重的社区、关西的社区，或者在竹东的社区啊，请我去指导啊，我都义务性的啊去做这个指导的工作啊，所以在交流、展览、推广部分呢，都是我最近几年来。我认为说比较致力发扬书法方面的一项工作因此呢也感谢一些像曾子元先生彭祥宇校长，他帮我刻了两个章啊，就是让我可以在盖章的时候使用另外也感谢胡国龙这个何瑞珠黄奇月陈建成这些人帮忙就是说有时候帮我拿去裱备啦，或者是帮忙这个整理资料啦等等哦。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感谢我太太，那么像在写大的作品的时候，她帮我拉纸好从旁协助尤其啊我们写那个大龙的时候，那个四尺八尺结果写出来的时候墨色不一样墨色不一样没有纸啊，
那怎么办呢？我太太她就陪着我啊，到台北去买纸，啊，买完纸下午回来又继续写啊，然后再帮我拉纸啊。所以要感谢的人呢，实际上真的很多。有这样的一个推动，文化局有这样的一个新传展的这样的活动啊，让我们艺术家可以有一个展现的舞台，那让我们这个书法的艺术也因此可以得到传承啊。所以呢，我对这些人啊，真的是由衷的来感谢他们，好，谢谢。